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。日前，第六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。本届论坛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，来自海峡两岸的200余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、从业人员齐聚一堂，探讨如何以地缘、人缘、商缘为纽带，进一步加强两岸特色产业合作，共同助力乡村振兴。